畜生，找死！ 书房中有个红色的匣子吗？嗯，知道。你把它取来，藏好，带到新城镇的县城程家阿叔来了，把这个交给他，对他说，华县的百姓日后就托付给他了。好。 没事，没伤吧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少主公，带去疗伤。是。少主公，咱们必须即刻前往圣山的驻兵大营，只有医师才能处理这么深的伤口。贼匪看到付卓，逃了为首的反常。 已经部分损伤，我已派重兵去围剿，绝对令他无处可逃。把此印交给即将到任的县城。少主，这即将到任的县城，是程氏将军的三弟程志。听闻此次随行的女眷，还有程家四娘子。你说随行的人还有谁？程家四娘子，程少商。 程志一行人早已出发，按说他们昨日便该到了。反常谋逆，周围难免还有同党。少主公，属下担心会不会遇到。少主公，带一队人马随我沿路查探，欲匪剿匪，欲敌杀敌。快！少主公不是受伤了吗？这是需要去哪？欲匪快救人！ 传信了，你们这么怕我们报信，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贼匪。知道的越多，越活不长，到时候你的下场会和你的婢女一样。阿妙呢？你那婢女也是个烈性子。
折腾了几个时辰都没断气，还是我一刀赏了他个痛快。我要你偿命。有声。在。